好声音，好声音，就是要听五个。我们今天来到十月十二号，十二号，我们先听。哎，不，今天是那个三月十二了。三月十二号，植树节。对，什么是植树节？就是不能砍树。不能砍树。什么话？哦，种树的节日。为什么要种树？因为植树，因为树是地球，不是植树节的由来。待会我们再说，我们先听一段圣经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好，什么意思？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就是神，耶稣神的行迹啊，他说不要告诉他，大家一切要低调，但是又吩咐给他吃东西，给那一个人吃东西。哎，给予这件事情是容易的还是难的？给别人东西容易，但是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的。对，是你的，所以我们就会说，为什么你需要给别人？对。对，所以那我们本来自己有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你今天之所以你会给予，代表说你是有更多，还是其实是没有？没有。嗯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你怎么给？有更多。有更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更多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更多？哈？为什么会有更多？哎哎哎！而且当你越给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更多东西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说一下，你在学校会帮助别人？会。会帮谁？会。同学。同学。同学和老师。同学和老师。好，那我们要学会给予人了。你们知道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父是谁吗？谁？蒋中正。就是赖清德。谢谢哈，不用。哦，我有一个好答案。什么？耶稣？不是，中华民国的国，中华民国的国父是孙中山先生。孙中山先生。那植树节的由来呢，是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，就是他过世，他死掉的时间。什么时候？他是三月十二号死的，就是今天。啊，今天。对，所以植树节其实就他今天不是今天啦，就是说他在某一年的三月十二号逝世，就是死掉。所以呢，来纪念这个植树节。那在中国大陆呢，跟台湾呢，就设定为今天为植树节，这样了解了没？为什么会死掉？啊？什么他会死掉？是老了，还是火灾，还是什么？他应该是老了，他应该算是老了，还是从老了啦？他很早以前，他是一八多少年出生的人呢、欸？1912年创立中华民国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时候爷爷才大，没有啊，我们都没出生吧？1912，哎 ，Hello， 中华民国1912年创立、欸，哎，1912年是多久以前？100多年以前呢、欸，才有中华民国、欸。然后呢，米老鼠也不过1928，哎，所以中华民国比米老鼠还要老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孙中山先生呢，一定也比所谓的这个那叫什么？中华民国还要老啊，因为他推翻了满清，创立了中华民国，这样了解了没？了解了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我们就纪念这个孙中山先生过世呢，就是在所以就是定为这个植树节，这样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哈，了解了哈。好哦，那我们接下来讲到三月十二号植树节之后，那我们来聊聊看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要跟我说没有，有吗？嗯，有什么愉快的事情或不愉快的事情？我想想看，我得忘记了。哦，你的脑袋现在干嘛？种头发就没有？都没有吗？今天很平常吗？嗯。哎，小娥，今天这个啥？所以确定今天开始要参加那个什么？你的职技团了？明天、啊。我有一个好消息。什么时候去职技团？明天。什么时候啊？明天。中午还是早上？早上早上好，早上练哦。是啊，干嘛？是哦，哦，
然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耶。什么好消息？这是我二年级的时候才会改成手语课，哥哥五年级的时候才会改成手语课。很好啊。对啊。年级耶，进二年级耶。可是你很快就二年级耶。还要过很久。你现在才三月，三四五，剩三个月，读完三个月就暑假，暑假之后就是二年级了。对啊，现在三月，三月已经中了，所以你剩下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剩下三个半月，四五六，剩下三个半月就暑假了，你就要升二年级了，你哥叫五年级了，不是很快吗？很快。对啊，很快。现在已经开学，不公平啊！现在已经开学大概第四周了，所以一个学期上十八周，哎，你们剩下十四周就结束了，十四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十四周就去十四次的外婆，去伯特利，懂吗？哦，那还蛮多的。为什么又变很多？十四次很快耶，懂吗？一个要剩十四次，就剩十四周你们就放暑假了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学校的主题已经到第四单元了，所以是让十四周是什么意思？十四个礼拜。对啊，差不多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其实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。我们暑假的时候不会去伯特利哦。为什么不会？你不是每个礼拜都要去？对啊，对啊，好。而且我也不一定要每个礼拜。啊，就算每个礼拜啊，不行哦。可以吗？哎，以前还不是每一个礼拜。以前是因为是在防疫期间啊，所以没办法，没办法每个礼拜去啊。为什么？防疫期间，你听懂意思吗？那时候我们要躲啊，躲很多很多事情啊，就是躲很多的人啊，躲很多事情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你们既然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？晚上应该有吧？啊？我想一下，晚上有没有？什么晚上？晚上应该有事情。好，看你们好像没什么，因为你们今天逃过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没有练小提琴哦。今天没有练钢琴哟，有，因为今天有个叔叔来嘛，所以你们就没有把他练到，对不对？太可惜了，叔叔是我们的朋友啊，对，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就如果今天没什么事的话，那呢，我们就要准备跟大家说什么了。我们要跟 AI 讲话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太晚了。等下我都要讲到一半，你妈说回家了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等到明天有空的话再跟 AI 讲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什么？说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